想要去什么两天一夜，有没有？你行李要做到最小化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带这件上衣去，你把它卷到最小。打开它也是长这样子，它其实是做这一种麻纱的感觉，然后其实它是有一点点皱皱的。我身上穿的是白色、杏色跟蓝色，我们等一下换蓝色，杏色也蛮好看的、欸、我们等一下换蓝色，好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蓝色也很好看哎、欸，这一件我要选蓝色，因为蓝色穿起来皮肤好白哟。对，你近看它是有格纹的，然后它这个手袖地方有松紧带哦，这个不会勒，有没有？我还可以这样拉，你看它这边还有空间。这件真的是有点透，我里面还是有穿那个小背心，所以你里面也是要自己搭小可爱哦。上面这一个扣子是可以全部打开的。对，然后其实我觉得，因为我现在是有点微扎前面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它长度不用扎也可以耶。这一件你除了搭裤装、搭裙装也可以，而且你搭长搭短都可以。可以当外套吗？可以啊，可以，因为我就说它的扣子是可以打开的。